隨時起步啦，大二蚊位置，而家跳出嚟嘅時候咧，莫幾若喺出邊快㗎，咁啊見到中間位置咧，仲有呢只超級精神啦，同埋愛的呼喚㗎。內欄咧，仲有呢個綻放美麗大愛檔重鋒㗎。最後一搭嘅馬咧，先見到紅衣神仙中間紅衫㗎。內欄位置鑽色千士嚟㗎。最後邊仲有勝利進區啦，內欄粉紅衫A4咧，仲大塊人心啊。尾三飛如君王，暫時殿後一對綠豆爽，同埋咧就係嗰只旅遊小子嚟㗎。 接近呢个香港体育院啊，前面重锋带咗出嚟啦，莫几若响第二位啊，后边内栏第三绽放美丽，第四位超级精神内栏第五咧，仲有呢只就系钻色彩钻色天使啊，咁啊追呢个咧就系中间位置咧，仲见到有呢个爱的呼唤就黑色衫嘅，但系绿位到啦，后边嘅马咧仲有出边啊胜利进区中间红衫咧就系红衣神仙啊，内栏大块人心，后边飞如君王绿豆爽大外档包咗落尾咧就系嗰只旅游小子嚟噶，好啦，转紧弯入直路咁滞咯，前面透出咧都仲系呢个。 重锋啊！莫几若响呢个第二位啊，内栏绽放美丽，中间超级精神啊，爱的呼唤网控咗喺出边啊，再跟住后边咧，仲有红衣神仙都追紧噶，埋边位置咧，仲整只咧就系钻色天使噶，兜到嚟最后二百度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，见到爱的呼唤已经出咗嚟啦，内栏位置重锋啊，中间系呢个超级精神啊，大外档上紧嚟，仲有绿豆爽，最后一百米，爱的呼唤呼唤一声已经弹得足过几身位，赢紧呢场赛事啦，跑第二名嘅马咧就系呢只超级精神啊，第三咧就系重锋啊，第。 四咧就系钻色天使同埋呢只咧就系大块人心要影相啊！结果呢只咧就系爱的呼唤，都好似唔系好大力嘅呼唤就已经系赢到甩碌啦！结果一出跑千四米，咁啊赢到啲对手都抛甩晒啦！一出即胜，第二名嘅马都相当接近啊，超级精神个机会都相当高啊！重锋第三啊！一出即胜啊！呢只爱的呼唤啊！ 一出跑千四，赢马都唔系简单，仲要赢得咁轻松啊！临尾六格落到4.2倍啊，独赢得佢一只落飞嘅咋？犀利啊！第二名咧就今日爆冷，超级精神，廿三倍啊！一留翻住又唔同啦，跑第三就系呢只重锋，第四咧就系大块人心。哇！一只烫晒，天使都喺度啊啦，近啊，一只烫晒。 哇！你睇到只马俾人一夹夹完之后都再肯上嚟喎、啊、吓～